妈，我今天啊特意请到了德阳潮汕的省级传承人杨老师，下面就由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德阳潮汕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德阳潮汕的种类比较多，特别是在上面题材上的丰富，比如说我们有的苏绣，另外就是我们有的竹编画、秸秆画，甚至于还有这个镂空的，这就是我们取名叫风骨啊，因为它虽然不能兜风，没有扇面，但是它能够完全展示这个扇子的功绩。哦，是你嫂。爸。嗨，小杨。哎，小姐你也在啊？我们在直播，你有啥事啊？你说。哎，爸，我现在在美国呢，刚开完几场潮汕艺术交流会，国外的订单越来越多了，我一个人快忙不过来了。你忙不过来，我这边是忙不过来的嘛。爸，我等不及了，过两天我就回国和你一起做。好嘛好嘛，要得要得，我们还要直播。嗯，好，拜拜拜拜。那我们接着直播啊。谢谢爸。谢谢。爸，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找人手帮你吗？来得多，留得少。小杨，胡老师。其实你爸的工作室这么多年一直都缺人手，现在会我们这些手艺的人也越来越少，你如果实在想出去啊，你就早点回来，你爸也上年纪了，我们这些手艺啊世界也看不到了。其实最好的艺术品啊就在我们身边，让世界上更多人看到不是更有意义吗？好，那我留下。小杨带着潮汕啊走向了世界，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的手艺，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接力，才让如此精美的艺术品啊得以传承。爸，我看不懂了。没了，我来帮你看，但我没后脑了，还是要靠你们来看哦。爸，等你老了过来给你看。要得，